大家好，我是旭哥沃卡岸，欢迎收看旭哥手游攻略。那这是原进化。好，那旭哥呢，使用这个 Boostex 来玩这个最新的手游原进化，这个世界第一游戏平台啊。那旭哥今天来分享这个游戏史上最多的礼包嘛，还有这个将近100组的隐藏版的序号啊。2024最新的隐藏版序号总整理都在这一攻略分享给他。当然还有各种最新的攻略资讯啊，包含这个最强的隐藏版的职业啊，最强的各种神装福利啊，各种的好用的最强的开局的福利都在这一集总整理。好，还没订阅频道呢，记得订阅频道，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频道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还有礼包码、礼品码、兑换码、游戏的虚宝序号独家最新。好，旭哥来分享原进化史上最多的礼包码，2024最多隐藏版的序号，将近百组的序号总整理啊。首先有这个 VIP 系列 ，VIP 55，然后 VIP 666，然后 VIP 777、VIP 888，还有 VIP 999，还有这个 VIP 718以及 VIP 1314。接下来是 DOWNEE。然后 OPEN888 TODAY888 还有 GOOD88， 接下来是 GROUP1206， 接下来是 WINTR01， 接下来是 SUMMER01， 接下来是 SPRING01， 接下来是 DCE24， 接下来是 YZH666， 接下来是 YZH777，然后 YZH888， 还有 YZH999， 还有 YZH718， YZH2023， 还有 YZH2024， 这是原进化 YZH。接下来是 PUNK2077， 接下来是 PUNK2023， 接下来是 PUNK2024， 接下来是 CYBR2024， 还有 CYBR2023， 接下来是 PIN007。接下来是 DALAO666 DALAO777 还有 DALAO888 以及 DALAO999， 这是大佬系列的。接下来是 NB666， 然后 YYDS666， 还有123456，还有这个666666六个六，还有这个666666，这个是七个六。接下来是777777，这是七个七，然后8888，然后8888，有八个八。接着是 YDY666， 然后 YDY888， 还有 YDY999， 史上最多礼包码，一次分享给大家总整理啊。歌姬这个绝对是最神的隐藏版的职业，法术师歌姬，长得很像初音啊，笑死。好，这个是最强的职业，那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可以预览一下，这个之后会推出。即将开放，敬请期待。这个最神的职业是这个歌姬法术。那刚才旭哥看的这个黑丝袜妹妹，这个格斗全胜也是 T0最神的职业之一啊，非常好用，然后又很性感，攻击输出爆发力是一把罩的。好，那接下来下一个职业有看一下千机武士，这个职业还蛮帅气的，然后技能组也不错，没有，他的技能组还不错。有一些 AOE 的输出，这个也蛮帅的。好，那接下来是剑士鬼猎。基本上这个游戏的模组好像做的都还算不错，剑士鬼猎蛮帅的。然后剑士猎人，就是一男一女啊，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这样。这个是剑士，女角版的剑士。好，那下一个是双枪骇客。那开局的话，当然选这个远距离的职业是比较优势啊，所以骇客还算不错，双枪骇客。但是呢，它有更强化版，有妹子啊，双枪的暗影啊。那要选，当然选妹子版啊，双枪暗影。所以这个蛮性感，而且它的造型长得很像太七的踢法，笑死。他只是没有在那边打格斗而已啊，就是一个踢法拿的双枪，模组还不错啦，蛮性感的。所以开局的话，基本上能够选的话，当然是选歌姬啊，这个最神的职业。那没有的话呢，像是暗影啊，像是全胜啊，都很不错，你的造型都还蛮性感的，赞哦。这个
要黑丝有黑丝，要欧派有欧派啊，赞。好，那我们就开局了。哇，两个很难选欸，两个都蛮性感，大家都可以考虑，都不错。啊？为什么我名字含有敏感字源？那好吧，随便选一个。为什么旭哥所有攻略还有敏感字源？到底敏感在哪里啊？笑死！好，那开局一样就是快速的去练功，这边。这边可以快速的去练功，只要就是一直去刷主线，有没有等级就会升得很快。一样就是这种他们中式的 MMORPG 都这样玩，就是快速的去刷。只是这个是比较科幻风的，那玩法一样就是快速的刷，然后就会一直掉东西。那画面还算不错啦。至少说画面有维持住一定的水准，好，然后装备会一直掉，经验值会一直掉，然后怪会刷得很快，就是这种游戏的特色。所以前期就是一直狂刷这个主线，有没有？等级和战力就会一直狂暴升，这样最快速的练功，最快速的冲战力。好，那游戏呢之后就会送这个 AI 娘啊。他就是我们的神宠，笑死！之前是宠物嘛，他把它换成 AA 娘了。然后坐骑呢是这个什么流水滑板啊，有没有？就是比较走科幻风啊，其实就是把之前仙侠那种 MMORPG 呢换成那种科幻风，这样就变成那个比较科幻的元素，也算是另外一种创意啦，也不错啦。像我们的宠物就变这个 AI 娘了。那什么绝版红武还可以领取，好，这个手熟可以拿到这个红神装，最强的红神装，心血双枪，活力时装，这战力都加很多，要加速升级的，让你更快速练功，这练功已经够快了，哦，等级都升得超级快，啊，这个解完都可以拿到很多新东西。像现在有 auto bike， 然后这个座驾可以自动升阶进阶，赛博末世，好 Tifa 冲，什么时候有克劳德啊？他剑士干脆做成像克劳德算了，既然都要做 Tifa 了。好，那我们到达56级之后呢，可以兑换礼包码了。我们点画面的右上角。点进来福利，福利点进来呢，画面的右边有一个礼包兑换，这边就可以兑换礼包码了。那这边有十亿钻，我靠，跟那个一样啊 ，YDY666，YDY888， 还有 YDY999。好，我们就来兑换我们的十亿蓝钻了，666，然后888，它好像有一个冷却时间 ，CD 时间，这个还有 YDY999， 有十亿蓝钻哦，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可以领，它有一个冷却时间，大家就等一下。还有这个 T O D A Y， 然后888 T O D A Y 888，按领取，然后它写奖励已发送至邮件。哦 ，V I P 系列来试一下好了 ，V I P 666。哦，有哎 ，V I P 系列有 ，V I P 777。也有奖励已发送至邮件 ，VIP 888，看奖励已发送至邮箱，有 VIP 999，哦，爽，也发送到邮箱了。那55试一下，这个果然是都一样啊，55也有哎、欸，那 VIP 系列果然很好用，11看一下啊，11没有。所以到55而已，好，这是 VIP 到55，然后一样福利签到，然后冲藤，这个都领起来，
有这个神装神宠，然后还有未来的称号。